右手手指僵硬和痛啊，手指那个僵硬和痛啊，手指僵硬和痛，手指僵硬和痛啊，我看到啊，我看到那雕像上面有个手啊，有个升上去啊，有个手这样伸的啊。一个手这样伸的啊，然后我看到那个那个电气火车啊，电气火车上面伸出来一个杆子啊，那个是真什么？抓了通电的啊，抓了通电了啊，抓了通电了啊，抓了通电那个抓了电线的似的啊，就一直上去了，然后从电线上滑过去啊，滑过去，就那个就通电了啊，滑过去就通电了啊。划过去就通电了，现在就相当于这个手伸在上面啊，抓在一根那个电线上面啊，抓在电线上面，抓在电线上面，正在往下里边的通电啊，通电在试验啊，里边的那个机械，里边的那些设备啊，正在通电在试验啊，通电在试验，通电在试验的时候呢，那个过程当中电。没有用专门的电线连啊，暂时用像手一样暂时啊，由它来传电啊，暂时的啊，所以呢，感觉这个手抓着啊有点僵硬，有点僵硬和稍微痛的感觉原来告诉我们现在，这段时间是在这个市里边的设备啊，市里边的设备啊，是在那个大雕像里边的设备啊，是这么回事啊。是这么一回事，告诉我们在是这么一回事，类似于一个手伸在那边抓着电线抓着那个上面的那个供电线然后电就传进来了，相当于这样相当于这样这个相当于这个大致上有这么一回事我知道了好，再见再见。